第三节，佛光普照，预备，眼南，两脚平行，与肩等宽，两手自然下垂，恭敬站立，舌抵上额，似笑非笑，双目平视，心诚目结，三神由上而下依次放松，将气推入下丹田，开始一手，两手叉腰，一咬为轴，向左转90度，后转180度，向右转180度，后转360度，同时一手命脉，左转右转左转右转，两手自然下垂，中指上额，与掌碰90度，一手中指尖扫平，两臂从体前缓慢扬起，中指指尖相对，两手挥手至胸前，点在肾脏穴上扫平，两手中指向下倒引至带脉，眼带脉向后，将拇指点在肾腧穴上扫平，拇指下垂点在败患腧上扫平，两手自然下垂，以肩为轴，两臂从体侧缓慢扬起，与肩平成一字形，指掌掌翘成90度，用柔力收起3次，收推收推平成一字形，两臂从体侧缓慢下落，其中右移，两脚并拢，两手在胸前合十，腰臂平直，左手呈90度前推，转掌心向内，五指并拢，向右眼发气，右手呈90度前推，转掌心向内，五指并拢，向左眼发气，同时一手双目转掌心向下，指尖相对，与前目平，向下倒引，两手与齐平，向左右各约45度方向外推，内收，在下丹田线抱球，中间提杠，两手向小腹收拢，与小腹2厘米时，两手顶梁胯，眼皮侧放下。